下表是某次期中考，小雨的成绩和他在同年级学生中的百分等级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国文考65分，英文考70分，但是以百分等级来看，国文是75，英文是60。好，所以虽然国文的分数比较低，但是它的百分等级是比较高的哦。那试问在这次期中考当中，在同年级学生中，小雨哪一个科目表现的比较好？当然百分等级越高就会比较好啊，所以我们这里呢，比国文是赢过英文的哦。